观心论，是观心可明。为了，又问上说真如佛性一切功德因觉未根，未审无明之心一切诸恶以何未根？答曰：无明之心虽有八万四千烦恼情欲及恒煞众恶无量无边，取要言之，皆由三毒以为根本。其三毒者，即贪甜痴也。此三毒心，自能具足一切诸恶，犹如大树根，虽是一所生之业，其数无量。比三毒根中生诸恶业，百千万亿倍过，于前不可未遇。如是心于本体中，自为三毒。若应现六根，亦名六贼。其六贼者，则名六识，出入诸根，贪者万境，能成恶业损真如体，故名六贼。一切众生有此三毒集，以六贼或乱生，心沉默生死轮回六道，受诸苦恼，又有江河阴少，泉源涓流不绝，乃能弥漫波涛万里。若复有人断其本源，则众流皆习求解脱者，除其三毒集以六贼，自能除一切诸苦。又问三戒六趣广大无边，若为观心云何免彼之苦？答曰：三戒业报为心所生，本若无心，则无三戒。三戒者，即是三毒。贪味欲界，甜味色，
戒，痴为无色戒，由此三心结集，诸恶业报成就轮回不惧，故名三戒。又由三毒造，业轻重受去不同，分归六处，故名六趣。又问云：何轻重分之为六？答曰：若有重，生不了正因迷心，修善未免三戒，生三轻趣。云何？三轻所为，悉修时善妄求快乐，未免贪戒，生于六趣。悉持五戒，妄起爱憎，未免恬戒，生于人趣。迷只有未信邪，求福未免痴戒，生阿修罗。如见三类名为三重，云何三重？所谓纵三毒心为造，恶业堕三重去。若贪业重者堕恶鬼去，田业重者堕地狱去，吃业重者堕畜生去。如是三重通前，三轻遂成六趣，故知一切善业由自心生，但能舍心离诸邪恶。三戒六趣轮回之业，自然消灭，能灭诸苦即名解脱。又问：如佛所说，我于三代阿僧，只结无量勤苦乃成佛道，云何经说为除三毒即名解脱？答曰：佛所说言三大阿僧，只结者即三毒心也。胡言阿僧止，汉言不可数。此三毒心于一念中，皆为一切恒河杀者不可数也。真如之性即被三毒之所覆障，若不超越彼三恒河杀毒恶之念，云何名的解脱也？今者能除贪甜痴等三种毒心，是则名为度的三大阿僧止劫。末世众生愚痴钝根，不解如来三种阿僧止秘密之说，遂言成立劫末期，岂不一物行人，不退菩提方成佛道。今令学者为须观心不修戒行，云何成量善聚会者，以能治三毒即有三量善普会于心，故名三聚戒也。波罗蜜者即是梵言，汉言答彼岸：以六根清净不染世尘，即出烦恼可至菩提岸也，故名六波罗蜜。又问：如经所说三句境界者
是断一切恶，是修一切善，是度一切众生。今言至三毒心，岂不闻？亦有所乖也。答曰：佛所说经是真实语，应无谬也。菩萨于过去因中修苦行时，对于三毒是断一切恶常修戒，对于田毒是修一切善故常修定，对于痴戒是度一切众生故常修慧，由持如是戒定慧等三种净法故，能超彼三毒恶业，即成佛也。以至三毒则诸恶消灭，故名之为断。以能持三戒则诸善具足，名之为佛。以修能断则万行成就，自他利己普济群生，故名为度。既知所修戒行不离于心，若自清净故，一切功德悉皆清净。又云：欲得敬佛云当敬其心，随其心敬则佛土净。若能治得三种毒心三句，境界自然成就。又云：如经中所说六波罗蜜者，亦名六度。所谓不施持戒忍辱经，净禅定智慧经，言六根清净六波罗蜜。若未通会又六度者，其意云何？答曰：欲修六度当净六根，欲净六根先降六贼，能舍眼贼离诸色净心无故，令名为不施能净耳贼于彼身，成物令纵意名为持戒，能除鼻贼等诸香臭字，再吊柔名为忍辱，能治舌贼不贪邪味，赞用讲说无疲厌心名为精进，能降身贼于诸处欲其心湛然不动，名为禅定，能摄意贼不顺无明常，修觉慧乐诸功德，名为智慧。又度者运也，六波罗密欲如船筏能运载众生达于彼岸，故名六度。又问：所说释迦如来为菩萨时，曾引三斗六身乳糜，方成佛道。即是先因食乳后证佛果，岂为观心得解脱也？答曰：诚如所言，无虚妄也。必因参乳
然使成佛。佛言：食汝，汝有二种，佛所食者非是